要当泰山叔叔，而且已经是叔叔辈了。我想张泰山应该是不介意才对。泰山，虽然贾西亚是大联盟15年资历，但是泰山还是不管，还是要把他袖子给拉好，这个仪式一定要完成。有点是那种把气势显现出来的感觉。对啊，就是说贾西亚你就等我吧，哦。你10几年，我也10几年，只是不同联盟而已。对。张泰山19年了，其实贾西亚还比泰山应该小1岁，张泰山38，贾西亚37岁。泰山，泰山应该也了解了，贾西亚你要等他直球跟你对决，很难呐，要等很久。对，他的直球真的是拿来给对方看一下的。泰山还等了一下贾西亚。我们两个老人家就来直球对决吧。这个球结果呢，还是穿越到了中外野方向，后垒垒包附近穿越出去的安打。张泰山呢，现在连续安打场次持续当中。哇，张泰山敲出安打，贾西亚是觉得自己应该有机会拦截这颗球的。哇，他跳起来，贾西亚有193公分高，这个球跳起来就差一点点没有能够拦截到。对，贾西亚怪自己没有办法，自己没有办法接到。贾西亚虽然是资历那么丰富了，但为了一颗球的话他没接到。哇，今天这个1-0的比数不仅在中华职棒上演，也在现在的仁川亚运呢正在上演当中啊。如果说能够在金牌战打败地主的对手，这个强劲的对手的话，我想大家对于今年的中华队的一个表现呢，应该是在最后呢还是给予正面的肯定。是啊，这是在金牌战，真的。泰山有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再担负起一个领头羊的角色？泰山，泰山啊，泰山最近笑容多很多。对，整个比赛当中情况就是很顺。就像刚刚展元提到的，对他来讲，现在单场两支安打是常发生的事情。变化球还是被张泰山击成界外。等到泰山要的速球了，这个球在右外方向，单场的第二支安打又出现了。泰山绕过一垒垒包之后，小碎步还是停下来了。现在落后3分了，哎，不用拼这多一个垒包了。哇，两个好球没有坏球，张泰山真的很有经验，还跟林义泉呢扎眼睛抛媚眼。哇，他真的又是把球只有送过去而已。球有打到球哦，已经有点放一手了。哇，连续六场都是多安打的演出，哎，真不容易。